看来又一个中超强力外援要去五大联赛效力了。世界杯结束后，保利尼奥马不停蹄的又从巴萨赶到广州恒大火线支援，但是天津权健的外援维尔塞特却迟迟不肯归队。原来他是不想在中超联赛踢球了。虽然天津权力非常不愿意这位强力外援离开，但是现在似乎已经无能为力。据德媒体育图片报报道，有比利时国内媒体 RTBF 称，天津权健外援维特塞尔可能要转会德甲多特蒙德了。这位比利时国脚即将在当地时间的本周一去大黄蜂完成体检，多特很可能支付天津权健2000万欧元违约金，触发解约条款将比利时国脚带走，而且还会给维尔塞特一笔非常可观的薪资待遇。笔者认为，维尔塞特想走很正常，他现在29岁，很快就30岁了，和天津权健的合同明年也即将到期，职业生涯并没有几年。说白了，比利时人来中超踢球就是为了赚钱，现在有德甲豪门愿意为他掏钱，我相信他还是更愿意去水平更高的五大联赛踢球。据悉，维尔塞特的家人也都希望他能够回欧洲踢球，因为他们似乎不太适应咱们国内的生活环境。